台湾羽球好手王麒麟李阳勇夺羽球赛金牌，全台都在欢庆，店家也毛起来送优惠。南台湾的屏东最美西市场特别整合了摊商，推出限时好康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消费。奥运夺得金牌啊，我们这个西市场的摊商都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为了我们国家拿到了这个金牌，所以我们摊商啊也呼应了很多一些活动。那活动部分呢、啊，有一些，例如是减价啊，或者是优惠啊，或者是像本身我自己，就是你只要满多少，那我就送你小份的礼物。那有一些，他们就是可能会送鸡蛋啊，以呼应市场的部分，都以市场主要的商品来呼应这个金牌，得到这个金牌开心。西市场摊商表示，台湾选手在运动场上的拼战精神令人动容，值得大家为他们喝彩，所以摊商们就各自推出买一送一、满额赠、限时特价等不同优惠来庆祝，欢迎大家来逛西市场。当时看转播的时候，刚好连续两届都是得金牌，所以很感动。对啊，然后刚好借由这个机会，我们刚好整个西市场一起做一个活动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活动的是，只要满百就送一个小礼物，这样。他的肌肉都是处理得很好，我怎么讲，他点一点他都知道了，就是弄得很好就对了啦。然后很幸运，就是说，送了一个这个还蛮实用的这个是吧，保冷袋。我觉得很棒啊，所以我们整个市场都配合这个金牌的活动。哦，我的现在的活动优惠就是买肌肉就会送鸡蛋，只要来买就会送。屏东西市场以卫生、整洁、明亮、有空调的现代化市场闻名，进驻摊商涵盖生鲜、蔬果、熟食、百货等类型，也有许多屏东在地特色店家进驻，庆祝台湾选手在比赛夺金牌。西市场即日起到8月11日推出欢庆得金牌优惠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消费赚好康。记者张如英、刘建荣采访报道。